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。8月14号。瑞邦大龙。7:06。再见。再见了，拜拜。4003次说发车将沿线号受影响，启用开车。一副新上。1500，原的1050。啊，复兴号今天挂走。对啊。是吗？好难过。好啊，放哪边？离得近。最近有吗？冰龙，还几站嘛？下面一个马上门都到丢不到地方，很快自然加麻烦。